比集前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五场赛事四班千二嘅短途赛，一出已经成为大热门，系五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嘛，钻飞龙快闸，内栏沙张金刚啦，出面电子兄弟又快闸，中间白衫大约四五位咧，仲系佐治勇区出面长长胜啊，第六位运来多宝，内栏第七绿色衫仲系喜傲龙啊，出面位置永远美丽出闸唔算好快，依家外搭嘅粉红帽粉红袖嘅，咁再后面仲有爪王战火啦，红眼爪尾五咧，红衫嗰只啊帝豪宝宝啦，尾四海船再来，尾三马上王啊，打近边尾二咧就系嗰只洛家福啦，包尾嗰只系黄金风速嚟噶。转紧弯差唔多入直路啦，前面电子兄弟放咗出嚟跑啊，佐治勇区咧就第二位，埋边第三位咧仲有沙张金刚中档第四，就系嗰只转飞龙拱埋长长胜出去，大外档系永远美丽，同埋嗰只咧就帝豪宝宝啊，入边偷位上咧仲有呢只爪王战火啊，斗到嚟最后300米到啦，埋边电子兄弟仲占先少少，沙张金刚喜傲龙一齐上紧，出边有永远美丽，后多层嘅马咧就转飞龙，外边追紧，仲有呢只帝豪宝宝，最后100零米。永远美丽，外面逢马过马，赢紧呢场赛事啊！后面追上嚟有帝豪宝宝，入边电子兄弟第四揸沙张金刚接近终点，永远美丽潘顿今日第四 win， 而呢匹马亦都系一出即胜啊！兜咗个大弯嚟跑，似乎真系蔡若翰啲马咁，点跑佢都赢啊！外面追上嚟跑第二系帝豪宝宝，第三放头电子兄弟，第四沙张金刚马上王有得赢。五号嘅永远美丽啊，潘顿咁啊，2.9倍一出即胜啦，跑第二名咧就三号嘅大豪宝宝潘明辉，14号电子兄弟猛下跑翻第三啊，第四就系八号嘅沙张金刚周俊乐。嚟到第五场赛事，潘顿四 win 啊，蔡玉翰归来第二匹一出即胜嘅马，较早前魅力之余呢场 H 波添啊，呢只唔使放啊，兜住弯追都得，佢系蚀住同你跑。嗰啲長長勝搏咗一鋪就冇咗，係咯，同上季一樣，一鋪就冇啦。呢啲睇嚟啊，嗰隻海船再來喺入邊有啲逼起步慢咯、啊，海船再來，末段就追翻噶。潘頓跑五場四 win 咯，但係暫時又冇嗰啲咩巨額過關嗰啲喎，仲過咁熱。佢仲話自己唔係獨大。跟住型男陣間睇下幾多倍啦，依家都得28蚊，又係好好台型、好好款頭嘅馬。依日領嗰陣時又唔過 red check 嘅嚇，跟住養翻好啦嚇，咁啊結果就嚟到香港跑，最後都仲要係花旗嗰啲指字又嚟得快啦。大大隻啊！不列組其他對手未必好強。帝豪寶寶第二啊！因為頭先都稱過，臨尾啊，帝豪寶寶列組可能都唔係話咁強喎。咁喜奧龍嗰啲又傷病馬，咁電子兄弟又擺翻前啲位置走又上名。馬上王啲好遲先他著啊！
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係五號嘅永遠美麗啊，獨贏派29.5，位置派15蚊。跑第二名咧係三號嘅帝豪寶寶，位置派58.5。跑第三名咧14號電子兄弟，位置派66.5。連贏位3搭5，派401蚊。二重彩啦，五號、三號順序派716蚊。三重彩五號、三號、14號順序派8359蚊。單 T 派2149蚊。位置 Q 3搭5派128蚊。5搭14派127.5。3搭14派627蚊。跑第四名就是八号的沙张金刚。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 A 一格夜热门派19蚊。四连环预计派彩三号、五号、八号、14号派11447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五號、三號、十四號、八號順序派145796蚊。睇翻個直鏡，電子兄弟今日啊11檔出閘咧就順利嘅。相反隔離嗰只洛家福咧，一跑親呢個轉彎路程咧，佢都係比較論盡啊，縮咗入邊仲有隻馬上旺啦，海船再來喺內欄啦。咁啊，出邊位置啊，電子兄弟帶頭，中間啊，長長勝咁大家一鋪，鎖子擁區啊，成身大汗噶啦。內欄沙張金剛轉飛龍，永遠美麗點啊，全程走住個四搭，咁都有輕輕即係捉翻住落去，希望想攝嘅，睇下潘頓，咁但係都係攝唔到啦。咁啊，喜澳龍喺內欄，找黃戰火、帝豪寶寶嘅三碟喺曬後邊嗰啲黃金風速咯。步速就相當之快嘅，所以咧臨尾咧啲後上馬，譬如馬上望啊，或者博入邊嘅海船再來咧，都會追啲。咁啊，帝豪寶寶同埋永遠美麗就更加長驅直進添啦。前邊嗰扎咧就長長勝攝唔到啦，一路沿路快跟三搭望空咧，翻嚟都好早散啊。咁啊，繼續失望就轉飛龍啊，加咗呢個配備咧，翻嚟都唔係話勁咗好多。至於中間嘅爪王戰火咧，就有少少有唔係好夠位嘅，咁啊喺嗰兩隻希澳龍同埋佐治勇，佢中間全程都係咁嘅喎，咁啊又揈下尾咁啦。電子兄弟出閘順利咧，都比上次好咗好多啊，捱翻個第三，馬上望就最近嘅。第五場都福邦完畢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3搭5派128蚊，5搭14派127.5，3搭14派627蚊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 A 一隔夜热门嘅派19蚊。二重彩五号、三号顺序派716蚊。四连环三号、五号、八号、14号派11447蚊。四重彩啦，五号、三号、14号、八号顺序派145796蚊。孖宝派彩头关11号尾关，五号派117蚊，头关11号尾关3号咧派215.5。分段时间头段23:09，第二段22:56，末段23:49，总时间系1分09秒14，比标准时间快1.5秒。